韩初原作崩巴亚二组舞台的 reaction 评论，多亏了崩巴亚，韩初原从80名上升到第13名。韩初原，请修正一下，这个评论是从80名升到了第6名，这对我很重要，太心碎了。韩初原因为被坐票从第6名变成第13名，被偷走的人生太意难平了。